我就是大色鬼，而且我在这儿一直看着。怎么，你想一起洗吗？滚！ 为什么我还会这样啊？你刚吃了圣果，控制不住内力，我暂时封住你的穴道，等你学会运气之时，才能使出轻功。哦，好，谢谢啊。
之此，那我们就就此别过吧。好，告辞。不必相送，在此留步吧。告辞。不是，你老跟着我干嘛呀？你不是说让我去你的医馆学习医术吗？我就这么随口一说。啊，是这样的，这外面啊兵荒马乱，死的人特别多，为了你的性命着想，你还是请回吧。告辞。什么东西啊？别挠我，别挠我！走开！我错了，我再不跑了，我不跑了，我真不跑了，走开！走开！怎么又是这个东西啊？又是你呀！这个东西以后就归你了。啊，不了不了。去了，我走了。啊！哎，去哪儿啊？这回去的路程那么远，多辛苦啊！啊！你不是说外面兵荒马乱的，让我赶紧回家吗？逗你玩呢，这外面可安全了，什么都没有。就是我刚刚是给你做一个测试，进我们医馆的人。他都得做这个测试。恭喜你，这位兄台，你可以成功的进入我们医馆了。好，那我就跟你去看看。啊，哎呀，你跟我回去可以，但是你看那个东西，你能不能把它弄出来？我不知道它在哪儿。你们这儿的人为什么穿这么奇怪？还有啊，他们头发为什么都这么短？哎，你看那个女的，头发像鸡窝一样。豹子，小声点儿，懂什么呀？不懂别乱说。你才土豹子。别碰，别乱碰。哎，不过你们这儿确实挺热闹。热闹吧？嗯，没白来。小姐回来了，快告诉老爷，这好玩吗？嗯。热闹吗？嗯。安全吧？嗯。我没骗你，对不对？要不把我身上那个小妖怪先弄走吧，弄走之后我好好陪你玩，真的。免谈。不过我告诉你，如果你在神木族知道的一切透露出去一分一毫，我就杀你灭口，懂吗？我发誓绝不告诉第二个人。